1955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问世，迄今为止，全球已有数百万人参与，并被称为全世界最具权威性的世界纪录资讯。而今天，将有数千名儿童来完成吉尼斯的四项挑战项目，他们能否刷新新的世界纪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异想天开之千人挑战吉尼斯》。这个挑战区呢是30秒钟用乐高积木搭最高的十字塔。那所有能够突破这个时间的挑战者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现有纪录保持者。吉尼斯世界纪录呢，成立至今已经有63年的历史了。目前呢，我们有4万多条线纪录，也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我们也欢迎世界上所有的挑战者呢，都能够来到吉尼斯世界纪录来参加挑战。为了保证此次挑战的公平及公正，我们邀请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曹颖女士，她将对选手们的挑战成绩进行监督。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挑战吉尼斯。这个挑战区呢是30秒钟用乐高积木搭最高的十字塔。这个纪录的现纪录保持者呢是一个意大利的挑战者，叫做萨巴。那他同时呢也是很多吉尼斯世界纪录项目的纪录保持者，包括呢1分钟用筷子夹最多的咖啡豆。这个纪录的挑战目标呢是29个，也就是说今天所有能够突破29个的挑战者都有可能拿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官方证书。那我们也期待所有的挑战者能够努力练习，努力发挥。本环节挑战的最大难度就是要用十字交叉的方式搭建29个积木，在30秒内搭建29个或者超过29个并竖立不倒的，则视为刷新世界纪录。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游戏，电视机前的您也可以试一试，看看在30秒内您能完成几个。让我们看看其他小朋友们的表现情况。想要完成吉尼斯挑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具有超强的耐心、细心、智慧和速度等综合考验，这些都是完成挑战的基本要素。在挑战前，他们可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测试的内容又是什么呢？首先，挑战者需要在40秒内将扑克牌搭起来，搭得越高、造型越独特的，则为完成此次测试。为了确保纸牌的稳定性，小朋友们脑洞大开，将扑克牌折成各种形状。
学们完成了简单的测试，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但是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吉尼斯的挑战吗？让我们回到赛场看一下吧。都在认真努力着，究竟谁会取得好成绩呢？紧张刺激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小朋友们真的是要厉害了，很快就搭建完成了。虽然已经完成了搭积木，可是距离30秒搭建29个的世界吉尼斯纪录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不过小朋友们完成了本环节已经是很厉害的事情了，为他们鼓掌。虽然在本环节的挑战失败了，但是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多好玩的挑战等着大家，让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吧。1955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问世，迄今为止全球已有数百万人参与，并被称为全世界最具权威性的世界纪录资讯。年过半百的美国人阿什里·塔夫曼打破了100项稀奇古怪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今为止无人超越。而在2007年，也只有一人成为唯一获得5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者。而今天将有数千名儿童来完成吉尼斯的4项挑战项目，他们能否刷新新的世界纪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异想天开之千人挑战吉尼斯。接下来的吉尼斯挑战是要单手搭罐子，小朋友们的表现又将如何呢？要想将罐子垒高，看似简单，却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首先要将罐子一字垒高，保证罐子不倒，才算是挑战成功。这可不是细心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速度、平衡力都是极为重要的考验。为了参加挑战，他们可是经过一系列的训练和测试的。他们测试的题目就是将2个装置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道具连接在一起。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完成连接的呢？小朋友们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尽可能地把装置连接在一起。他们又将做出什么千奇百怪的造型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吧。我的动画片上面看过，这种桥可以走过去，我就拼了。我想它可以搭成个桥，想不到成功了。意大利面还有贴的东西，要是用铁盒，意大利面还有吸管，还有挑食，还有牙签做成的。
年仅3岁的新疆维吾尔族阿布利兹，在长约50米的钢丝绳上，手握4.5公斤的平衡杆，走了4个来回，成为世界上挑战吉尼斯纪录最小的挑战者。而今天的挑战者能够超越3岁的阿布利兹吗？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想要将罐子单手搭建，需要手部的力量和平稳性。他们接受了单手的训练，要将球从 A 处以交替运输的方式送达到 B 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训练情况。经过了一系列的训练，小朋友们可以说是准备充分，可是他们真的可以顺利完成挑战吗？精彩马上继续。1955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问世，迄今为止全球已有数百万人参与，并被称为全世界最具权威性的世界纪录资讯。而今天将有数千名儿童来完成吉尼斯的4项挑战项目，他们能否刷新新的世界纪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异想天开之千人挑战吉尼斯。最快速搭10个罐子的挑战，很遗憾，没有挑战者能够成功的完成挑战。为了放松心情，保持挑战者的情绪，小朋友们来到了可爱的动物园放松心情。在这里有好多既好玩又有趣的事情在等着他们呢，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小朋友们认不认识他？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名字？考拉。考拉是吧？那么大家知道考拉是从哪里来的吗？澳洲。真聪明。考拉呢是澳大利亚的国宝，被称作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然后大家看一看它的样子，毛茸茸的身体，大大的耳朵，大大的鼻子，是不是？哎，宝贝你在看哪里？小朋友们看看考拉的耳朵大不大呀？很大，是不是？那么呢，考拉它的听力是非常好的，看它的眼睛小不小？考拉是天生的近视眼，跟我一样的，它是远一点的地方它都看不清楚的。看看它的鼻子，好大的鼻子，是不是？那么考拉它的嗅觉也是非常的好的，一个器官相对来说比较大呢，那么它们这个器官的功能就会相对比较强大。哪个器官比较小，相对来说它都会比较弱一点。好像考拉一样，看它听力好，嗅觉好，但是视力很差。
大家看一看考拉的爪子，哎，跟我们的手像不像啊？也是五个手指头是不是？但是呢，看看它的结构，它哎，它有两根大拇指哦。小朋友们看一看，哎，我们是怎么抓东西的？是这样子是不是？看看考拉，哎，它是这样的，嗯，因为看看它的指甲尖不尖，很尖是不是？是不是很尖？因为它要爬树。嗯，它在闻我。考拉是通过气味来识别人和动物的。那么看一看，考拉有没有尾巴？有没有？啊，好屁股。那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呢，就叫做无尾熊。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考拉它是生活在哪里的？树上。树上，对不对？那么它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做树袋熊。啊，考拉这个词呢，其实它是澳洲的土著人语言中的翻译过来的。它在土著语言中是不喝水的意思。为什么是不喝水呢？因为考拉呀，它一生当中几乎是不用喝水的。嘿，它吃的食物啊，就是这种桉树叶。桉树叶当中呢，它的水分含量非常充足，可以达到50%以上。所以呢，它就足够考拉日常的身体所需，就不需要再另外喝水了。另外呢，考拉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你们知不知道它喜欢干什么？对了，睡觉。它一天呢要睡上18到20个小时，是不是很能睡？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考拉的一生，差不多就是吃了睡，睡了吃。是动物界中的缴税神。Hello，Hello， 缴税神。它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哦。大家知道考拉是从澳大利亚来的，是不是？那澳大利亚还有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动物，就是袋鼠，对不对？哎，为什么呢？因为考拉和袋鼠一样，属于有袋类的哺乳动物。那考拉妈妈的腹部呢，也会有一个育儿袋，用来装考拉宝宝的。啊，把你们的小手指拿出来，小手指的尾指的一节，小考拉就这么大了。这么小？对，2厘米大，大概1克左右重。哇，它那么小。对呀，它会自己爬到妈妈的育儿袋里面去，然后呢，在里面就喝奶喝奶，睡觉睡觉，慢慢长大。大概要6个月左右才会从妈妈的袋子里爬出来外面，是不是很厚，而且是软软的？它的毛呢有两个功能，一个呢就是在天气很冷的时候呢，它可以保暖；再一个呢，在夏天下雨的时候啊，因为它的毛发非常的密，然后呢雨水就会顺着它的毛啊往下流下去，不会打湿它的皮肤，可以当成一件雨衣。嗯，是不是很厉害呀？嗨，会很热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外面呢会给它配一些风扇啊，或者淋水降温的设施，让它在这里可以舒服一点。不会，不用的。嗯，它会自己啊有季节性的调节来换毛。大家想不想看它爬树？这个是1岁多的小宝宝。好像有点肚子饿了，这是他最爱的桉树叶。对，要闻一闻自己喜不喜欢。还在吃是不是？他饿了，他肚子饿了。他一天的状态基本上就是吃饱了，然后继续睡觉，然后睡到肚子饿了又起来吃，差不多就是这样。在大家面前的是金刚鹦鹉，它们呢有什么颜色呀？黄色和蓝色。对了，所以啊，它也叫蓝。哪个说绿色呀？没有吧？是蓝色跟什么颜色啊？黄色。对了，所以它也叫蓝黄金刚鹦鹉，它叫琉璃金刚鹦鹉啊，学名啊。
你知道他们怎么区分雄性还是雌性吗？雄性就是怎么区分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吗？是。其实他们区分性别啊是很困难的，要他要通过一个内窥镜去探视他们体内是雄的还是雌的。那姐姐怎么去区分他们雄雌呢？很简单，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脚上会有个小戒指，上面呢就有他们的一个出生的月份以及性别。可能现在看有点困难了，只是他们每个脚上都会有个小戒指。那大家知道为什么有的尾巴长有的尾巴短吗？尾巴的羽毛不对，尾巴短的是女性的，大家可以猜一下哦，尾巴长的是雄的。哎，其实很简单的，大家也不用想那么复杂，他们只是有时候他们在打闹的时候把尾巴给扯掉了。我打架把毛都扯掉了，尾巴都扯掉了。你知道他们金刚鹦鹉最快的一分钟可以吃多少颗瓜子吗？猜一下。一分钟。一分钟，请说。更多呢，他一分钟可以吃120多个瓜子，比你们都还要快吗？你一分钟能吃，对，只是人。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在园区里面的鸟类都不会飞走吗？相信你们也很好奇，为什么除了琉璃金刚鹦鹉，还有许多的鸟类啊都不会飞走？其实大家也可以想一下，野外的鸟类为什么经常需要飞来飞去？一呢是找充足的食物，二是找适宜的环境，对吧？在野生动物世界呢，都能给到它一个适宜的环境以及充足的食物。对了，他们觉得这里很舒服，就在这里住下了。而且他们很多从小到大都是在这里长大，这里生活的。看完了可爱的考拉宝宝和漂亮的鹦鹉，还有可爱的大熊猫三胞胎在等着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哟。Hello， 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萌帅兔之家。在这里生活呢，就是全球唯一存活的熊猫三胞胎了。在大家身后这一只大熊猫呢，它叫萌萌。对，熊猫三胞胎中的大姐姐。是它背后睡觉那一只是叫帅帅，是熊猫三胞胎中的二哥哥。在大家身后这一只大熊猫呢，它叫做酷酷，是熊猫三胞胎中的小弟弟。他们是2014年7月29号出生的，今年呢3岁半了，差不多4岁，还没有过生日。熊猫它喜欢穿什么样的颜色衣服呢？什么颜色的？黑色、白色。那么黑色部分在哪里呢？有答对的吗？手臂、眼睛，还有。四只，对不对？那它的肩带有没有呢？还有鼻子也是黑色的。对，鼻头还有耳朵，对不对？那么熊猫有没有尾巴呢？有。它屁股后面有一根，观察的很仔细哦，它是有一个小尾巴的，对不对？是什么颜色的？白色。好，白色的。那么，好，那熊猫走路是什么姿势呢？它是内八字步的，对不对？因为它以前生活的环境呢是很多障碍物的，所以它这样子走路呢就不会被很多障碍物给绊倒了。它们最主要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竹子、菜。那么它还喜欢吃不吃苹果？喜欢吃苹果吗？喜欢不喜欢？哎，它们是喜欢吃苹果的。待会儿呢，我们就给它喂一点苹果吃，好不好？
和可爱的动物们亲密互动后，就又回到了我们紧张刺激的挑战赛当中了。接下来的挑战是喝水，如此简单的挑战，他们能够刷新世界纪录吗？精彩马上继续。1955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问世，迄今为止全球已有数百万人参与，并被称为全世界最具权威性的世界纪录资讯。而今天将有数千名儿童来完成吉尼斯的四项挑战项目，他们能否刷新新的世界纪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异想天开之千人挑战吉尼斯。话说4岁女孩李超然拥有2项世界之最，6个月大时，她就能准确辨别阿姨、厨房等等143个汉字，创造了她第一个世界之最。2岁0.7个月时，她能够阅读203本儿童读物，书中涉及到的词汇量达到2800个，获得最小年龄的阅读者证书。由此可见，想要完成吉尼斯世界挑战，光靠一时的爆发力是不够的，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的，知识、脑力等等综合考验。下面就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训练情况。接下来的训练就是要考验同学们的脑力，在限定的区域内，在不用手的情况下，通过水往低处流的原理，让纸张运输到终点，用时最短的即为完成考验。小朋友们发挥着他们的才智，用吹气、扇风等各种方法让纸张尽快地跑到终点处。为了缓解挑战者赛前的紧张情绪，挑战者举办了一场友谊比赛抓尾巴，当然这也是对他们体力和观察能力的大考验。他们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接下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喝完250毫升的水，不过用的道具却是奶瓶，这对于孩子们肯定是不陌生的，但是要以这样快的速度喝水可不是简单的事情。真的好可惜，虽然选手们都快速地完成了挑战内容，可是距离世界纪录还是有一定距离的。1955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问世，迄今为止，全球已有数百万人参与，并被称为全世界最具权威性的世界纪录资讯。而今天，将有数千名儿童来完成吉尼斯的四项挑战项目。他们能否刷新新的世界纪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异想天开之千人挑战》吉尼斯。我们所在的区域呢，是最快时间整理好一辆婴儿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区。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项新纪录。我们的最低要求呢是25秒钟。那所有能够突破这个时间的挑战者，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现有纪录保持者。那在这个纪录当中呢，我们选择了婴儿模特，还有呢宝宝日常生活中都需要的必备品。那其实呢，婴儿推车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一件物品了，也是所有父母带宝宝出去都需要准备的。那包括啊纸尿裤、奶瓶、防晒霜、宝宝玩具等等，都需要装在车里。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些小细节啊，或者生活中能够遇到的场景，都有可能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一场是我们最后一场的官方挑战赛了。要想进行书包的整理，手部的速度是第一要素。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速度是如何练成的。首先，要通过桌子上的道具将 A 处的物品运输到 B 处，用时最短的则为完成挑战。他们都能完成吗？桌子很细，它被下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口，我也可以把它弄下去，再挑起来。筷子夹了个不掉，不会掉。可是夹不了，我只能吸了。可是我使劲的一吸水，就问题解决了。滚粘球，那个球很重，
粘的时候有点不好粘，我就把它全粘起来，就用手拿着就放到另一个筐子里就好了。般的训练，他们已经拥有了神奇般的速度，相信接下来的挑战他们绝对能够成功。挑战之前，他们为自己准备了加油战衣，寄托了他们的希望，这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往下看吧。这个环节除了考验挑战者的手速，还有整理归纳的能力。当然，对于还是孩子的他们来说，难度是相当大的。
今天的挑战项目可以说是非常简单，但是往往看似简单的事情，要想在速度上取得成绩是相当难的事情。吉尼斯世界挑战更是如此。虽然今天的参赛者没有完成今天的挑战，可是相信这次挑战的经历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是一件难以忘记的回忆。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可以多加练习，发现更多有趣好玩的世界纪录。欢迎收看本期的《千人挑战吉尼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千人挑战吉尼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